现在的温度呢是大概38度吧，但是体感的温度就非常非常的热。太热了，受不了，真受不了。防暑攻略哪家强？沉香如屑看三郎。 除了这个防晒口罩之外，还有哪些那种防晒？还有就是不停的喷那个防晒喷雾，给哥来一下。不停的喷那个防晒喷雾，今天得用一瓶。刚开始可能不喷，但后来都得喷了啊。晚上会黄敷那种面膜什么的来敷。 会敷会敷，晚上回去第一件事就是卸妆和敷面膜，晒后有修护的那种。武装起来，我觉得防晒都是没有太大的作用，但是这个事情把我征服了，其实这个是最管用的。然后还有就是没事的时候就会喷一些那个补防晒。 大概10分钟吧，就会补一次。我感觉我中毒了。然后我准备的最多的是面膜，但是用的是最少的吧，应该。就是我比较懒，我不太爱敷这种面膜。但是昨天，然后晒了一天之后回去敷了之后，我觉得还是很舒服的，所以我要坚持这个做法。对，本来不戴这个，但是不能太倔强，因为眼睛会瞎。 首先，我觉得防晒是必要的，因为太阳真的非常大。然后就是伞，还有风扇，还有面膜。对，还有面膜，就是因为这个新疆这边特别的干燥，包括就是来玩的游客，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带足面膜，每天至少敷一片。 收工了，收工了啊！拜拜。